次撕裂的心疼，想再拥有曾经的悸动，那是不可能。经过着那摆，看见着你的心酸，想要讲出心内的情分，又惊痛伤痕。让你听见我的心声，只因我是个平凡的女人。希望乎我保护你受伤的灵魂。没哭过，就不怕会有多少滴泪痕。哭过了，才知道伤心有多疼。无了解，就不知你吞落我最的怨恨。了解后，就知影你是遐尼啊温顺。没爱过，就不该多用感情试体温。张家良，是甚物人温准你来我的办公室？保全哪会放你入来？我是来这讲代志啊，顺便看你是哪个我嘞。有什么理由我不用跟我来？织田健司现在在家里面吃这大汤，你跟你休假呢？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，看你是不是好好活的。哎呦，面色不是很好呢，战斗力下降。那只大汤哦，连你这只臭死啊都能咬不死啊，要哪有可能会把我咬到什么啊？啊，你说你要办事情哦？要不过阮织田集团无人要甲你做生意呢，所以请你即马着离开。啊，若无，我着直接请你迄个古经人来甲你互相小家，我伫个边啊才看好你啊。我无想要看到遮大虫啊！伊即马无权无势，只是浪费我的时间。要不过恁织田集团无共款哦，恁有遮尔侪生意要做，我即马是死过我大平。你今天到底来不从啊？直接讲重点好不？听讲您准备要做新之泽温泉饭店的招标，我真有兴趣。温泽是温泉饭店呢，跟你那款陪酒陪人客的酒店是无同款的。虽然会当通称为酒店，要唔过营运方式都无同啊。要哪有可能找恁这款的来参与招标啊？啊，搁再讲啦。你刚不是要跟我惠安新养生村爱不？啊，不过恁的养生村到今摆连一支条啊都拢还袂看到的，你又三心两意要来参与阮这招标，敢袂伤过麻烦啊？只要我财务杠杆算了水，我当时要做一百种生意搞啥？搁再讲，只要会当赚钱，管他伊做啥物酒店。而且我甲伊会长有交情，只要你甲。温泉饭店的生意给我做，一切条件拢好讲，我保证，给恁的利润绝对比别人给恁搁较侪。张家良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啦。你讲要给阮较侪，啊，其实是靠去别个所在去。有啦，表面上哦，感觉我得到好处是有较侪啦，啊，不过实际上。讲来算实的，是新之泽这块招牌，还有阮织田集团的信徒，所以真歹势啊。阮这饭店这条，我袂让你开。会长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成本是我咧花，我让你加赚一寡，并无表示我一定会伫其他的所在偷工减料。我减赚一寡，是为了要感谢你对我提拔。太太的生理有人做，廖静的生理想要做，你根本就无减团，好无？当初新苗的代志，你稍微告知宏兄去，我是无希望啦。有一天哦，我会变做另外一个告知宏。那是因为高志宏是我死对头，
你且上个月遐尼白吧，正经甲万代总经理的位置抢走，我回单这条是拄啊好安尼啊。严国会长，你是我的大金主呢，我一定用心为你打拼，我绝对会对你忠心，我无可能安尼对待你。啊，正经萧天雷嘛是你的大金主，乎你二十亿呢。啊，是安怎伊才拄往生尔？你着随走来向我效忠啊！啊，你要忠心的对象，敢袂为了伤紧？看来我是毋是应该八字爱较重嘞？啊，若无资格接受你的忠心。迄是因为萧天雷哦，上短命，才能紧着娶起来。杨会长，你无共款啊？免得啊，人做伙啊啦！你若阁会记我是你的金主。去，你跟他提到萧天雷酒店是有甚物出头啦？卖伫遐想空想空啊！我叫你创啥，你就创啥。啊，我若无想要给你了，你就变想变土啊！啊，若无，我甚物拢收顿来了后，你是要去倒位掠后一个高铁？有听无，张嘉良啊？你咪来算讲哦，阮妈做你的金主。还是因为疼，麦水英啊，你也是爱较安稳的哦。叫你陪的时阵，你就陪，爱听人话。张家良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交代你去做。你若是去做，绝对会让你好处。好啊，会长你讲，什么任务，我会当有什么好处？最近阮之前集团吼去地产吼，有一只小奶狗吼，伫边仔咧乌白吵啦。讲起来，这只小奶狗你嘛有熟悉呢？那你希望我怎做？嘛无需要安怎，都把这只小奶狗赶走就好啊。啊，那无，伊伫我耳腔边仔咧飞来飞去，实在是足烦的。会长，假使我跟你斗三工。你会当给我什么好处啊？有一句话来讲，在倒位跋倒，就对倒位爬起来。啊，你想看卖嘞？你是在倒位跋倒的？当然是万代啊！当初我伫万代泰国分公司打拼二十几年，结果我双手空空就甲我挂出来。你会当给我回去万代？妈。让张家良去跟阮代有交差，别烦恼啦，我有安排。张家良，安怎？这对你来讲是有天大的好处的，要接。只要会当让我回去万代，让我管理万代，我就算是出一口气。会长，我即马就去抓狗，你等我好消息。会长，你门口有啥目标搞嘞？要哪处理啊？我是拄来哦，我是看到会长伫咧遮，我才会想要提咖啡给伊啉的。我是人客，应该嘛是我先啉嘛。你要啉吗？安娜，敢好啉？只泡一点点嘛，好啉嘛，歹啉伊根本啉袂出。啊对啊，张家良，你敢毋是有代志要办？啊，毋紧走，啊是讲硬要留落来啉咖啡？那我有请柯淑君专工替你泡一个。啊，张秘书，那我先来走啊。会长，等我好消息哦。柯淑君，你徛伫门口偷听。我是看到名声无好的张家良，才来这找副社长。我惊伊会对你无礼貌，搁再讲也诱拐别人的某呢。我当然有这个义务，要来保护阮头家的太太。哦，哎呀，不过
迄、那个别人的某，敢若真拄啊好，阮拢有熟识呢。啊，而且张家良敢若乖伊乖两遍，拢是共一个人吼。所以若安尼看起来，应该毋是张家良爱去乖迄个别人的某，反倒是迄个别人的某，敢若真爱去用乖。哦，你讲迄人就是我啊，所以我有经验，张家良啥物奥博我拢知影。所以特别早来遮来提亲，还佮有保护副社长的。柯淑君，嗯，你是上公文要甲我约去的是？刚刚到我店里就来走。是会长。这柯淑君真正看你足惨白。你若卖啥物哦，伊就变无脸啊啦！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你即摆情绪哦爱较稳定的，你才有法度甲欠一罐落掉。杨君啊，讲实在啦，你甲张家良合作，绝对伊会较细腻。而且你要回当去万代，这件代志爸一定无可能答应。虽然妈咪看起来已经接受阿公的决定，让云云做万代总经理，啊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伊的心内也是有淡薄仔硬硬。你嘛有看到妈咪在暗顿的时阵，拢无讲啥物话，对吧？因为妈咪感觉伊亏欠云云，总共一句妈咪就是受委屈啦。咱若是有时间，爱常常陪伊，卖让伊钻牛角尖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老公。咱去买马卡龙好不好？我形容想到妈咪这心情不好，就想要吃马卡龙呗。那呢，咱今嘛就别去回家。啊，子婷，这真久无看呢，那这样多好啊！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买马卡龙给阮妈咪。哦，那你唔免买啊啦。我买只啊无，就是准备要送去予伊啊。我听讲伊回来啦，伊你也无机会哦，专工去拜访伊咧。唐先生，你是因为找到新的工作咧欢喜，还是因为要见阮妈咪啊？当然是因为哦，有新的工作啊。这个豪杰物流是同学开啦，阮主要诉求是对人哦。听起来你物流公司过那真特别。唐先生，赞哦！你若是卖继续做诈骗老本行，阮妈咪嘛一定会继续跟你做朋友的。讲起来哦，真正足歹势啦。我嘛受到女王鼓励，还佮我影响哦，才决定要收卡洗手啊。所以讲哦，我一定要拍拼努力哦，做一看。我安怎讲啦？你妈咪哦，嘛甲我斗相共哦，将我这部拢还清啊呢。我今麦哦，特别将这份爱的礼物送给伊。我希望每一天哦，能够保持好的心情啊。刘家仔，我用我的经验来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啦。你用这种小小的手段是无可能留得稳定的，你卖白了工啊。你是什么生？物流公司哦。你一个月营收超过10万无？管理跟人事的费用扣掉，你敢赚得到钱啊？凭你这班个小手，想要甘着金汤匙出世的方文玲？那个安怎？至少我是尽人都能在遐赚钱啦，无参照你啦，为非三族，还彭小姐为着你哦，真听相信。爹地，拢是因为你，妈咪为着要打你的错哦，把总经理这个位置让给云云啦。敢是彭总发出的决定？是阿公亲自讲的。因为你害云云变作是无爸无母的孤儿，云云用这点甲伊讲，妈咪只好嘛吞落。唐先生，你先把马卡龙摕去给阮妈咪，阮两个先代替阮妈咪感谢你的好意。你别客气，我即马就收种物件送过去给伊啦，哈，我就先离开啊。
帮云云的板带，我都变丢掉啊。天佑进前哦，都有替台湾蒙客架设网站，所以咱都免特别开钱，请人来用啊。嗯，有兄弟姊妹哦，实在是真好啦。我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，我的小弟就等于是你的小弟啊。以后你有啥物需要，这里开嘴。是讲安尼叫天佑做白工，是毋是歹势啊？袂啦，你若是安尼想，以后台湾蒙客的订单拢减五块，你感觉安怎？当然嘛好啊。咁真实嘞。啊，不过咱只拄开始尔，就拍折，那是毋是回收就慢嘞？是讲到时阵，若是利润无够，嘛会当为你的辛苦点，赚倒转来。你叫我卖死。阿兄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这个包裹一定要亲手甲我摸落，确定哦是本人签收才行，安知无？我知啦。阿你咧？这都唔免嘛，这是哦要为您接风的礼物咧。当然要由我亲身送去才行。哪里哦？我过当哦，各位女神级别啦。哎呀，原来你手指破裂的主人是方文玲哦。哦，对啦对啦，啊，这个手指哦就伊送我啊，所以哦我回这礼物哦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是啊，方文玲是啥物款人，你嘛毋是毋知影。伊的个性叫背景哦，毋是咱这款人会当对付的。我告诉你哦，还是较早细心，才袂去受伤啦。是啦，方文玲毋是啥物简单的人，你也是离伊较远的啦。哎呀，恁受伤济啊！我甲彭小姐，阮只是普通朋友尔。咁安尼，普通的朋友送你的手指，你会变作是破链，逐天挂伫咧身躯顶哦。你唔捌啦，这卡手指哦，代表我甲彭小姐有关的患难之情啊！而且进前哦，我有答应啊，我讲哦，我以后我会找一个正当的石头来做啊。啊，这个我送物件去给伊哦，那会当向伊哦介绍咱好几个物料啊。我阁会当向伊证明，我答应伊的代志，我真正讲会到，我做会到。哎呀，辉弟啦，辉弟，这阮大人的代志哦，恁囡仔人有闲无找啦啊？我拄则刚才听恁讲什么？公司网站的代志，哎呀，关英总，你坐，你坐，好啦，既然你讲是朋友，普通的朋友哦，那恁公司公办，就算讲你要家己送，运费嘛爱叫省的咩，可能就再配单给伊。同学呀，你真正要甲生生到这样清楚哦？公司才拄啊开始，所有的收入嘛足重要诶，而且即卖是上班的时间，收运费嘛足合理的，对不？来啦，刷刷去。为了我今日新娘就好了，嘿嘿，我不爱跟你做，这钱咱有没有？我出得起。是讲师啊，你开心拢伫咧方文玲的身上，你搁送物件给梦露，你唔惊讲哦，你的女神讲你是上卡大上尊哦啊？真正像阿母，你咧指啥？我哪可能安尼做啊？那其实咯，我早有跟梦露讲清楚了啦。只是讲哦，伊也是一直甲我啰啊，讲一定哦爱我，佮送一个礼物咯，伊才袂佮来烦我。为着要佮伊安尼好来好去，我只有佮开钱哦去买一个伊指定的礼物予伊咧。好，你知影无？我开偌济钱？我看我一个月佮要幺八。哎呦，蛮小太气。伊爸哦，这送我梦露的包裹，真正哦，别当我安尼送出去了，放我出去。阿兄，来，我来讲哦。他这哦，我的钱哦，都完全靠你啊，一定哦，哎呦，梦露对我死心，这样，知无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使命必达。老公，伊个上好梦露的包裹哦，是会当沾染里面的毒药。阿娘，我记得哦，就是要我女神好心情的良药，我就是迄个幸福快递员。
汤包，我看你对这个包裹叫你宝贝，来的到底是第啥？你今仔日是咪知哦？你当去问子婷啊，拄只好个又搁加祝福嘞。吼，为个加持了，我也会当马到成功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包裹，我亲身给你送过来，请你吃酒。你来谁啊？阿霞。你这马也做物流哦？是啦，这是同好创的豪杰物流啦。你别看我国小，敢若无讲介大。不过，阮每一个员工哦，送货拢是一流的。阮的目标哦，是想哦，想个新鲜、想个新的产品哦，完整送到人家手头啦。今晚才开始创业尔啦。我们若是快递员哦，我们合格呢，会当算是哦，校长兼总经啦。彭小姐，你就是阮公司哦，想个重要客户啊，所以你物件哦，我一定要亲身给你送过来。所以你今嘛是在做新鲜物品宅配啊？那呢，应该真有挑战，真困难吼、哦。是啊，彭小姐，有关业务方面哦，我讲会较慢啦。一时连讲哦，我请同学一时都没有，请你家己说明。还是讲哦，会当让因哦去万代，甲恁做一下简报咧。我相信哦，阮的服务哦，啊，甲恁的产品哦，一定会当合作的。会用的啊，会用找一个时间，大家聚一边。好啊，若是讲哦，真正会当合作哦，足好呀。彭小姐，你的包裹要不要拍开呢？这是我哦，亲身要送哦，你爱的礼物啦。子婷讲哦，你上爱这味啦，啊，你看到的就足欢喜，心情啊就足好的。我以前哦，嘛捌替你买过。啊，我知影，你阁会记得我爱食马卡龙哦？当然会记得啊。你喜欢的东西我都会记住的。以后不管是你想要吃什么东西，随时打一通电话给我，我都会买来亲身送到你的面头前。不用啦，等你的公司跟阮婷姐再说，你的心意我收到了。我一定会打拼努力，我的女王为我感到骄傲。你有介意吗？你感觉我会介意？彭小姐，那你讲啊，刚刚是我失败去，也是变形啊。这是你讲的马卡龙。啊，那是这啊？啊，拍摄，我上掉。上掉？啊，你这是要上我上啊？这是要送给梦露的啦，所以跟梦露那你有情趣哦？不是啦，嘛不是什么情趣啦，是伊甲我讨的啦。我早就已经跟梦露讲清楚，要甲伊切道理啊。啊，也唔过伊就讲哦，一定爱我送伊一件伊喜欢的物件，才要帮我刷啦。啊，所以我就，哎呦，我都真害啦，那不唔对。所以你的女朋友介意这款？是讲你甲伊女朋友相处怎样？我承认啦，我这个人以前哦对感情方面哦是较凊彩一寡，也毋过我嘛是有责任感的呢，毋是种三心两意的人啦。我甲梦露讲清楚，要分手就是分手，一定是清清气气，袂管你高高低啦。请女王哦，你莫怀疑我的人品啦。自从实在女王你了后。我的决心哦，我要做一个有 class、有坚持的 gentleman 啦。我还阁做以前迄个我最近的汤包啊。哦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你绝对是无适应，摸唔对啊。
紧摕去互你的梦露。马卡龙哦，你刚才给我啦。好，那拍摄拍摄，我摸唔着，我就赶紧甲伊送过来。好，是嘞。阿哥，迄个人是你的朋友哦？是啊，伊甲我斗相共亲戚，虽然讲伊看起来两公两公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好人。要唔可以送前女友性感内衣？是不是跟阿哥的格调差许多呀？这是人道的代志啊，咱无资格管。叫因欢喜，无去妨碍着别人，这毋是歹代志啊。但是伊敢若看得出来对阿哥你就有意思的呢，你应该嘛有感觉着吼？伊只是我一个朋友尔，莫想伤济。男女之间哪有啥物纯友谊？较早我嘛叫是讲有啊，后来我才发现哦，我真正伤天真啊。啊，若无够天佑，哪会互你雨飞落去？阿哥，你的条件遮尼好，遮近你的查甫人哦，一定拢是介意你，这无可能只是单纯的关心尔。是讲阿哥，你已经浪费了二十几年的青春啊，后一个一定爱搁较好，较免搁互阿公伤心一届。我拢希望哦，你应该得到真正的幸福啊。阿公也真希望你会当得到幸福，是讲走人幸福，无一定是要靠另外一部分。会当伫个事业上、家庭，嘛会当找到幸福意义啊。阿公讲劝你，阿公真正就希望你会当赶紧把高天佑放下，莫阁计较一段感情啊。是啦，阿公你的体会哦。我有很多启发的，我自己的感情都处理得不好，哪有那个面来跟阿哥说这的，请阿哥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肝里。公司有什么代志？今日张家龙走来公司找副社长，搁甲会长讲足久的呢。那安尼你敢有听到啥？我听无清楚。会长拒绝张家龙参与薪资者的标案，啊，不过煞交代张家龙爱先完成一个任务，搁暗示哦，伊有机会当转去万代。哦，原来张家龙当继续投资会安心，背后金主是会长。是安怎会长伊会听张家良的啊？确实这件代志，我嘛已经拒绝啦。我想伊张家良伊无想要放弃，所以才会来个无定。我搁听着会长交代张家良讲要完成一个任务，听着就知毋是好代志。你敢有听到伊什么任务啊？我就是听无清楚，毋才这样着急。会长伊就讲哦。伊会予张家良有机会转去万代，啊，不过冯总裁毋是阁转来啊，一定袂予张家良任何机会的啦。啊，是讲会长伊出什么奥博？你敢知影会长伊有啥物疫苗？因到底有啥物疫苗？你伫写明仔代表？哦，唔对，柯主席，你今麦是无代志做，要甲讨论张家良，那呢，请你看我再来。我没关系，我来处理公司的时阵，有人清清菜菜走了办公室的，叫来我。这代表等下接下嘛同款，有急事都爱先报告啊。我是你的助理，我来替你随时注意任何的代志。张家良这种人哦，都已经亲门大户走来公司找副社长，搁甲会长讨论这么久啊，这绝对是优先处理的代志啊！我真正唔知影想要讲啥嘞。张家良这个人真硬仗，伊当然袂放弃这间集团。提交了交代保全以后，还要张家良离开。
都会认为会长有气，还有张家良又达成什么协议，会到时才警告我就好。你即摆什么代志拢无掌握着，就走来甲公大公司，你安尼只浪费我的时间。张家良这个人，唔那是软装，伊阁真会利用人的弱点啊！伊拢袂烦恼，伊对副社长有啥物烦恼紧哦？伊想要当右起，也袂睬伊啦。啊，不过伊这种人哦，记录不良，你拢袂烦恼。柯书记，你的记录嘛差不多呢，只是你袂记啊。右起袂烦恼我，我何必烦恼伊？我的过去拢已经过去啊，即马你知影，我嘛知影，我不是这人就好啊。而且你也请我做你的助理，那就表示你一定足信任我啊。讲实在呢，我到即马想袂通，是安怎会叫你来我新闻面做代志？你应该会记你代志，你拢袂记你了了啊！我是你的助理，爱提醒你注意啥，迄是我的工课。我即马就搁再提醒你一届。张家良若出现，就会有危险。哦，我你三分钟把话讲清楚。明仔载就要招标啊！一丁哥嘛是投标者，会长甲副社长一直咧打一丁哥。张家良这么凶出现，你袂感觉足奇怪？伊想要合作，会长却甲伊讲爱先完成这任务。你想嘛知，一定是针对一丁哥的啊！你即马若是无先做准备哦，到时受伤一定是一丁哥啦。你的猜测一点道理拢无，人到残球是你的西龙，你想要报复伊？哎，你这不是真正糊涂，还是水深更加严重？小林爸甲我讲。张家良是用什么手段，把一丁哥抢到手的？同款的方式，一定有第二届啊！安尼就害到一丁哥，甚至新职责也受到影响啊！我是在想无呢，伊即马是安怎要把一丁哥抢走？安怎影响新职责？伊是要哪影响着？我要哪会知影？你是头家呢，解决的方式应该是你去想啊！我。是负责发现问题，把问题讲予你知。你若是有线索，煞毋知要注意提防，安尼是你失职，毋是我失职。好，你已经得到消息了，我嘛知影，你当离开啊。哎，你无想要赶紧处理，搁伫遐无要无紧哦。你敢毋知影，张家良有偌万分之好，还佫有手咧，伊哪有可能放过这机会？已经超过三分钟啊。我对你已经够忍耐啊，我无想听落去啊。拄则你讲，会长只是张扬出后步，啊，不过你却提不出证据，你根本就是暗示会长想要伤害新职者，对无？对，我就是这意思，多谢你总算听出来。来，你当离开啊。你无想要先预防先处理哦？我唔相信。我当然袂处理啊！因到目前为止，我感觉一切拢是你害，我无所做任何回应。什么叫做无所做任何回应？连都拢无反应哦！哎，白请我这助理呢？既然你知影我是头家，你是助理，那呢，请你注意你的态度，你也知影分寸。分寸？你讲袂赢我，就是分阿人哦！我看是你继续倒小气。马上出去。无错，我一直认为你就是志良，因为志良伊认真听我讲话，要参照你，耳孔这么硬的，家己想家己对。我警告你哦，之前件事，你莫到时我讲对啊，你后悔无听我的话。这柯淑君都没细心呢。搁伫欠钱的面头前讲高志荣的代志，伊今嘛是我的欠钱，永远袂变当伊你的高志荣。我是安怎？
那你对柯淑君这比我无心顾忌了，跟我生气。我本来就不是顾忌了，这有什么好生气？一定是柯淑君在搞国敌，不过我没耐心啊。是没有柯淑君提交水过来，阿拉无一定要公道公赛，家己提。不是应该你来开车？我敢会晓开车？你敢无驾照？我这有身份证、健保卡，还佮有急救员证照。那个表示头家，你若昏倒，我当救你。我就讲你请我做你的助理，是你赚到。啊，不过我这真正无驾照呢。头家，安尼你敢放心，让我开车？那我问你，周一刚你是安怎来上班的？拢是迄路载人啊，啊恁全家伙啊上车了后都落满，所以副社长伊就给我一张悠游卡，叫我坐公车。那安尼坐公车回去。你才讲的话，敢无听到？头家，今麦拢几点啊？已经无公车啦。那你怎样坐客运车回去？哦，我只有500块啦，就当作是我叫车。我唔是客运车司机。你着华搭便车啊，或者咱的目的是同款的。而且头家顺路载员工回去，嘛真合理啊。都有合理啊！你应该不是因为拄则在办公室的代志了结结吼？我所识在织田健司，伊就有八等的呢。
你若是要保住这助理的位置，你就赶紧回车。是，我头家做完工哦，确实是我唔对。多谢。无唔对啦，就是十四亿啦。奶奶，你明仔知影要怎处理啦？哈，放心啦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啊，你明仔啊，一定要好好表现的。姨妈对你有信心。好啦，赶紧休困哈，拜拜。玉琪啊，云云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是太多谢啦，有你提供给伊的情报。伊明仔载就当好好啊表现，坐阮万代集团总经理的位置。是到恁爸爸甲方文玲拢无话通讲。其实我根本都无想要提供什么情报给云云啊，只是无想要看到方文玲得意尔。希望云云啊，卖拖累着心智者，真正会当有啥物好个表现。你放心嘛，这个囡仔练得真好啦。啊，等伊若摕到表扬了后哦。以后，咱志田集团甲万代集团哦，关系是愈来愈好啦，绝对唔是一个小小一丁个人的比的。尤其啊，我甲你讲几波，啊，你拢一直在看手机啊，啊，你为啷无听入去呢？尤其啊，啊，这唔是你甲庆子。离开的时阵，所翕的相片，是啦。阿婷，规天拢在看这张相片，阿庆子不是好啊陪伊个身躯边的，要不过伊个心已经无伫个啊。我顶多感觉相片内底这庆子，比陪看伫身躯边这庆子，搁较真实的存在。你是咧乌白讲啥物啦？妈妈不是跟你讲过呀，爱对家己有信心。亲像你即马啦，逐天安尼油头革面啦，早晚庆子哦，会起疑心啦。是个，你烦恼的代志啊，都有可能变是真实的。杨公妈，我真正感觉我受到威胁吧？不是我无愿意相信庆子，也毋过迄个柯淑君规天甲庆子对前对后。规天在咧提心吊胆，足惊吓的。我惊伊讲，柯淑君若雄雄讲出啥物关键性的代志，那咧见起，得突然间消失，变作变等于告知哦。彭太祖毋是讲过啊，爱你逐天叫庆子替你泡茶，这都是要加强催眠的能力啊。有，我拢有做。也不过我就是感觉袂安心嘛。刚刚你拢无发现，庆子去用重新催眠了后，伊已经甲较早无共款啊呢。伊已经无较早迄款的耐性，也阁有冷静啊。彭特就有讲过啊，这是后遗症，啊，毋过袂好哟，自我认同产生任何影响。那恁是安怎会对柯淑君的特别无共款？我是倒位无共。伫个庆子，去予人重新催眠进前，伊毋若一边对柯淑君笑，也毋过伊从来毋安尼对待我，即嘛常常发脾气，已经无较早遐尼冷静啊。今仔伫个办公室内底，庆子甲柯淑君两个人大细声咧冤家。庆子虽然有生气，也毋过伊嘛无对柯淑君安怎。看会出来，对伊真正足包容的。这若庆子过去的个性，唔若袂有情绪反应，袂生气，阁会甲一款无能力、脾气阁歹员工直接开除，也毋可以对柯淑君这样子安尼呢？伊两个看起来，都亲像是做熟识老朋友同款，冤是冤，也毋过过一阵嘛就好啊。而且柯淑君卡袂到对庆子讲起高志龙的代志，我已经提防到无法度搁提防啊！我的压力大到滴要爆炸。妈，咱到底当时才会当甲柯淑君赶走啊？免着急啦，一项一项来。
咱明仔载云云啊，摕到表案了后，先甲迄个一定哥赶走，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好好对付柯淑君。我遇到啦！妈，有客。天志，你今日怎样才回来？我等下要啉你泡的茶呢，你泡茶给我啉好不好？好，我马上去泡茶。拄啊好，我嘛嘴干。这个问的吼，你嘴干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嘴干就着去啉水，不管我这头家替伊倒水。我着想讲，你咧要泡茶啊，着做伙啉啊。副社长应该无差一杯啦，哈。真是不会清楚呢，哪有人这么大明星哈？啊，今麦到底什么人才是助理？竟然要头家泡茶给你啉的道理啊！我是要给阮头家一个破冰的机会。伊一路上哦，都不爱跟我讲话，一直跟我激气。去到今麦应该是好啊，哈。柯淑君，我要跟阮大人单独相处，你敢有意见？好，那安尼我家去啉水。头家，你若是有任何代志哦，会当随时叫我，因为我是小七。会长、副社长，晚安。台风客出发了，你搁伫英哥哦？嗯，我甲阿姐开会都开完，啊，准备要出发啦。雨飞啊，我听有讲哦，要伊伫遮过，咱伫志田集团大楼会下就好啊。准时哦，这是伊天公飞到登来头一个大行李，不准迟到。听到无？爱准时，不准迟到。放心啦，无得卡，我甲比你较早到咧。好啦，拜拜。我开车叫你们骑车嘛袂慢啦，啥物咧袂慢？坐阮车里当自行车，这条上基本的交通常识你唔知是不是啊？我那你哦，冇不可能你有你款车大动作赛道人啦！我看咩啦拢来啦，定高机啊！来来来，上呀上！好啊，卖吵啦，办手续要紧，行啊！阿娘就想要走，我看车警察来处理这件代志好啊。歹势啦，我咧赶时间啦，啊无。加五千，同桌湾对你的补偿。补你的头啦！这代志哦，让我等下甲警察讲。老兄，阮就讲阮唔对，已经甲你回收啊，敢袂用钱？啊，你头拄唔少黑白的，啊，谁做变到这尔好参详啊？老大，歹势啦，无，这一万拢给你啦。阮真正有足重要的代志要做，啊，你赶时间啦，歹势，拜托一下。后面较注意的啦。
各位，要开始投标进行，织田社长有话要讲。会长，各位，大家好。这边织田集团的新日泽温泉旅馆，为了要引进外部的资源，和新日泽服务更加好，更有竞争力，所以要进行异业结盟的策略，希望结合有其他优势企业，变成更大事业体。这边财务表的商业公司都是真优秀企业，不管最后是谁得标，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祝福，合作愉快。天佑那个今晚也回来，是他家还是还是安怎？宇飞出去外口问啦。奇怪啊，就算讲他家，嘛应该卡一个电话讲一声嘛。嗯。今晚开始投标。咱拢是一家人，若是万代得到标案，阁爱请你卖见怪。既然就是公开招标啊，安尼看个人的本事啊，哪有啥物好见怪？咱着互相加油，互相祝福。那安尼，我着先收个高杯祝福啊。不是一直想要得到这标案，而且到这么不快啦。我不知啊。看起来跟钟玉丽的感情真好呢。我伫咧美国真无简单，才把我这条命捡倒转来。这拢是伊妈在跟我斗三工的啊。而且之前我伫咧静养，还佮有福建的这段时间。也都是姨妈常常来看我的，我对姨妈是真正足感激。不过你哦，算是芸芸的救命恩人啦。啊，但是今仔日这投票，未受到这款人情的影响，大家拢公平正派。我知影，就算庄玉丽有私心，其实只要一边是阿哥，一边是孤岛，伊绝对无可能让芸芸靠交情来投票。我本来是连投票嘛无想要来，你也想想是讲，啊，有芸芸一个表现的机会嘛好啊。我知影你是用心良苦，所以我无阻止你啊。尤其，甲头摇下看，我用方文玲发现你做出一种形式的表情。威迪只是一个挂名的护中伶俐，啊。我只是在安慰回信心而已，一点都不认真。嗯，敢还阁有人要投标？稍等嘞，哎，高天佑等你就会啦，敢不来过等一下？一个标过八分钟，假使时间到啊，算是。跟我联络叫，安尼啦。阿豆，宇飞在天佑去投标啊，干脆一定要等天佑。标都阿伫个天佑遐啦，阮都无法落到。先坐等看卖。嗯嗯。好。天佑敢毋是伫咧楼出啥物代志？我出来看卖。欸，你是万代总经理，投标未结束，你哪会当离开？安尼真无负责任。你代表万代，袂当向人家冲动。就算我只是出去一下，还阁有阿哥你这个副总经理啊，敢毋是？这是你早一摆谈参加投标呢，啊你话早就早，这就代表讲哦，你对这个位置哦无重视。
你阿尼生阿公是重新考虑你要阁接受考验无？是的啊，阿公，阿公，我只是想过着个吧，我以后袂安尼啊。柯如君，今日投票成绩如今。各位，即马阁有一分钟，投票就要结束啊。一点过到即马未投票，请问恁是要弃权，还是要等到时间到？阁总，你连竞标单拢无，那恁是毋是表示讲你一点仔拢无要紧即个竞标？那安尼？你敢要两早宣布讲，你要放弃这边的竞标？还有时间，我还敲一通电话。剩三十秒而已，袂晚。一定够不到底下。还有十五秒，紧嘞，紧嘞。好。时间是你要加准哈。投票结束。高天佑，你暂时委屈一下，等织田集团新职责投标完结束，你就自由啊。以高天佑的个性，若是听到我安尼讲，早就跳起骂人啊，哪有可能这么安静？那是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死不过来。国老，你有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阴天鬼，是咧博什么心机啊？当初就已经讲好啊，雷国的事要是你甲凯哥做伙管理，结果你竟出恶报呢，甲凯哥跑走。你是不是怕你做什么小偷两家人的事情被客户发现，所以说你现在要背过了，是不是啊？苦劳，我知道你真不甘愿跟我作为管理小天雷的事业，也不过我真想不到你为了要把我抬出去编种罪名给我，现在到底是谁在出恶报啊？你做兄弟的不是上讲道义，敢说小天雷跟你无守信用？道义这两个字，为你嘴讲出来，根本就是一种侮辱。当初是我你插一脚，是希望你会当好好经营雷国的生意。结果呢，你连绑票这种笨手代志拢做会出来，你还阁有面跟我讲道义？我听无你咧讲啥，我只是叫细汉去掠贼啦，谁知掠到你？这完全是误会啊！事实拢已经摆在眼前啊！你个恁硬搞，你想要当作我甲客个是白痴是不是啊？你想要甲我弹出去就直接讲，无需用种傲步来侮辱我，是不是侮辱你？都好进过来讲话。所以你是条款咧说给我，有解了，有因就有果，等一下去问你的金主就知影。织田集团嘛，敢不是？大力，你们走啊，赶快走！各位，今嘛开始开标。万代集团13亿9000万，
万里集团，14亿5000万。电锅台湾蒙克14亿8000万。感谢各位的参与，今嘛要公布地标，从这间地标公司就是新智泽异业集团的合作对象。这边地标是15亿，上这间代表公司是一丁哥台湾蒙克。咱这边，咱这边。乔伊，哪样呢？代表红盖过。你。你哪认为对比有改变？无啦，我有诶。你有诶？你一路来，我看你敢那真有信心咧，即款代志也赢着。看起来代表受你变啦，哪一个人拢捌赢我？我唔对，代表我改过啊，因为昨暗有人去我办公室偷看我初步定的代表，后来我就改掉啊。谁会偷看代表？肯定，你讲有人偷看代表就准拄煞，啊，不过你即马是咧暗示讲有人甲代表涉到何止定的枪伤，本案我袂接啦，话是免我袂讲。讲话要有证据，啊，若无会造成大家困扰，甲大家误会。我当然有证据，那么既然同我代表的人最后无达成目的，我想我袂计较，这个代志我会私底下处理。燕姐，你敢有要甲话讲清楚？上家出入你的办公室的，就是柯淑君。所以就因为是柯淑君，你就想要替人扛是无？我认为上有可能把代表泄露出去，就是柯淑君。副社长，阮头家做代志拢是讲证据的，若真正是我泄露的，伊哪有可能让一丁哥得标啊？所以我唔才讲，伊想要替你人扛吗？既然你是清白的，无得请肯定，把证据提出来公开。既然代表受伤，无违规的事情，那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。我无想要追究，其他我讲过啊，我私底下处理。我不服，相公一点都无违规，我就是认为柯淑君甲代表泄露给高志宏，所以一点哥唔才会当得标。副社长，泄露出去的数字是唔对的。而且真正的数字无泄露出去啊！搁再讲，我若真正偷看，讲予志宏知，一定搁即马嘛无可能得标啊！我看你就是有看到最后的代表。好啊，收煞去，这件代志等于再搁讨论，莫让大家看笑话。是安怎会等于再搁讲？多谢肯志看我的眼神，就是了，毋是大家，我就是替伊偷看代表的人。卡叔公，那无甲证据摕出来？大家都会认定讲，我就真正是迄个泄露代表的人。为着要证明我的清白，肯子，请你公开迄个证据。卡叔无想要提出来。那你今麦甲柯淑君开赌。尤其，你真正要甲证据提出来。
大家请坐。尤其歹看，你该要安怎面对大家？只要去坚持，还要把证据提出来。我本来不是要来走，原本尤其家己心内有数，算算去，不过竟然落柯淑君，这个代志来传出去，织田集团是变成面对社会大众。你还得去找杨广的，不过杨广的副社长就是不肯啊。因拄则至少讲三届，转去才阁讲。啊，不过伊坚持要看证据，阮头家即摆安尼做嘛是要求的，敢毋是？阿弟，尤其做这件代志，我感觉真为难。啊，不过在场都是家己人，我相信只要有去发挥真正实力，大家拢看着你的面子上袂计较。所以才会长阿公你的，不要紧啊。无需要讲甲遐尔好听啦，你会改地标，迄是因为你已经认定你要甲伊中跟我合作啊。就算讲尤其看过第一遍地标，这嘛并去保证讲你是毋是甲真正地标泄露柯淑君知影，互伊去通知高志宏。白丁，这种乌贼战一点意义拢无。我去调查我地标了，就尤其无需要别人看到你来。你跟尤其一直想要跟万代合作，因为地标跟我第一遍写的这么接近，若不是你写来给伊，伊哪有可能开得很准？甚至开标了后，搁知影地标改过了。你尼玛无咧看过地标？我姓林。代表是我写的，啊，不过在尤克认为，伊看过代表了后，我是织田集团的会长，我当然嘛有资格知影代表是啥物，所以甲伊讲起来，阮尤克无做错任何代志，是我有私心将代表甲云云讲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尤克拢唔知影。既然会长认定是万代，现在阁要有万利要甲伊顶高。做回来见了，伊要来，我要安怎治？我再讲，嘛是你同意要公开招标的，啊，结果嘞，一定哥提出的计策，竟然跟你的代表遐尼啊接近。尤其，我计是你，或者是柯淑君去泄露高志宏知影，这嘛真合理。我后来改造过伊，想要重新评估，我认为较合理的数字。高总，咱代表资料表示，伊对伊的结盟这客户掌握真清楚，这并无意外。我心内数字甲庆志同款，我认云云所写的代表计下上个假，无啥实拍。我哩，参照这款篡改代表的代志，庆志无可能会做。你免怀疑啊！欠钱袂做，我第会哦。欠钱，你伫办公室倒针孔，是针对我是吗？顶摆柯淑君了办公室倒落贼啦，甚至泄露公开，我就是为了避免共款代志发生，我才装监视器。我嘛想袂到，我看到。竟然是这画面，头家，因为这个你有封闭，唔才当标到这个标案。
啊，不过你做了不够多，好加在我替你倒主意，再等甲会长另外一招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顶家我唔是一直提醒你，张家良出现伫副社长办公室啦，你哩唔听，后来我甲志宏讲，伊一听就知要注意啊。我就知，我就知影有尿白。哎，这只唔是啥物尿白啊？张家良伫办公室甲恁讲遮尼久，一定是咧计划啥？好加在，我有甲因提醒。啊！若无高天王，若是赶袂赴来遮，无你家己性命拢危险。这个代志，哪会到张天王管来啊？我听小军讲，张家良有接受会长的任务，以我对伊的了解啊，伊绝对会出奥博的。所以甲天佑、宇飞就想讲啊，归去将计就计。宇飞想到进前，甲阮斗三工的骷髅上。有办法掌握张家良的行踪，甚至是即马张家良遐个势力，我拢听伊的。高天佑，都起来！真正出代志啊！走！啊，高天佑，你敢安怎？放心啦，你袂有代志。有代志是张家良，过来。好，家己卡死你。若不是骷髅神跟我斗三工，我可能真正赶袂赴啊。张家良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，是毋是让天佑发生搁较严重意外，阮嘛毋知影。原来你是早都有顾虑哦。啊，拄则看你表演到遐尼紧张，还原来就是让天佑真正出代志。无啦，虽讲有计划，嘛是惊出意外。可是讲迄个骷髅。无法度对付张家良，还是阮天佑受伤的。哎，讲起来，这个计划嘛是有风险呢。嗯，一直到吼，拄只天佑人我到位，为人好好，我们才会当放心。天佑，你干嘛安怎？姨妈。你哪会当叫人伤害天佑啊？而且你搁叫害死阮爸妈的张家良安尼做。云云，姨妈是为你好，好心甲你斗三工，你哪会用安尼质问伊啊？刚讲你还搁无法度甲高天佑放下，伊已经甲你无关系安尼，你竟然为着一个负心汉，对姨妈这款态度，真是无采伊咧听。卖做什么歹代志，拢我受伊好。咱那个云大三高，那传出去，万代名声乱拍歹去啊！我明明有听到会长讲要给张家良好处，安怎？要让云云甲害死伊爸母的凶手合作？就算恁把云云救倒转来，伊失去爸母，嘛袂冤枉恁。柯树君，你个死路！尤其，已经真相大白啊！别讲闹啊！你看这么可怜，为何伊？伊侮辱我干嘛？跟张家良串通嘞？是安怎你连相信不相信我？因为林静已经来啊，是不是侮辱啊？问伊就知影。张家良，会长，我已经替伊家绑票高天佑的人抓来。我甲想绑票啊！是我互绑票的，拜托的，向天报警一下。你哭是安尼记呢？警方遐都有记录。张家良，你莫遐哭啊！要比警方的记录，你应该较济吧？张家良，想袂到你愈过愈晚，
刚才我已经跟你离婚了。杨家良，您真的是能屈能伸，没事变色龙赶快。我送你三千块的翠花，你才要跟我离婚，可见你真的对我就死定了。伊是甲你做伙段日子哦，较缠着一个人。你甲伊离婚了后，就拍袂完成啊。会长，张家良伊无完成你给伊的任务，你即马是要听话伊，还是要安慰伊？你搁讲你无害死阮爸妈，你就是真尔心怀手咯。你即马竟然搁想要伤害天佑！包云云，我警告你。你妈咧无头无髓哦，毕竟我不是你的姑娘。彭中焕，嫁一个啦！听讲云云出车祸以后，头壳拢啊破破，情绪无稳定，精神无正常呢。你点去啦？你差点要把云云害死，莫再去讲这款话。张月丽，恁家张家良唱得好势，白素贞云云扛水电明宝一样。你讲你有话听上，我真唔相信。你根本就是利用云云，无证无，莫凊彩胡乱讲。我甲张家良串通好无？苦了，你甲张家良串来，才要创啥？恁若是要焚烧天然的势力，恁私底下悄悄就好啊，啥要出来才乱？还是讲，恁想要借我的手拄着张家良？阮无遐讲，袂受你的使人。会长，我想你误会啊。雷哥的移民是爱我甲张家良共同经营伊的事业，甲本色里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迄是因为张家良，伊私底下白砸高天佑这个善良老百姓，我才想要甲伊抓过来，甲伊无话的主事者对峙。卖王廖主讲，我有办法插一脚，下雷哥民主。你即摆来讲啥，我听拢无。什么主事者？恁家己乌食乌，卖送回我家来。会长，你应该是桂林多博士吧？抱歉，我即马就甲你提醒一下。高天佑，你暂时委屈一下。咱志田集团新职责投标完结束，你都属于我。会长，刘启，即马你搁什么？会长，恁为着要维护柯淑君，就把所有罪名拢安对我甲阮妈的头壳顶来。我感觉需要讲啥？织田雪，我早有甲你讲过啊。织田健司就是甲你甲瓜小君囥做位，互恁相加。即摆你输啊，恁翁的心何止都通加去啊？彭中华，你有看到无？一个一个拢是你的查某囝，拢有种镜头介意这味的啦。囡仔真正袂当偷生啊！阿舅妈，开标结果出来未？一定够达标哦！那一定够达标，我所有的辛苦都拢白了工啊！张家良歹势呢，阿你母几波，结果？一定哥也是得标啊！王慧哩，这么费心要做少林的，不是王慧，伊本来就是少林，而且是予人看破骹手的少林。张家良，你若是无法度搁进步啊，你真紧就予人淘汰啊啦！即摆连少林呢，拢甲你压咧拍，我看你已经无资格，死个咧骗食。唉，那是咱做人。什么做鬼啊？我嘛想要好好做事呀，想想要规工用拳头去拍天下啊？会长，假如当初你答应我，让我来参加投标，今日场面袂这么歹看啦。张家良，
所以是会长，啊，你个高天也不走的。当然无啊，我是问过会长，下当我来参加这届投标哦，也毋过伊毋肯啊。后来我想想的，卡输我无赚到钱，我嘛袂让郭志宏伤爽啊，所以我就去抓高天佑，我就是要加死郭志宏。大家俩，我当然嘛袂让你来，因为你到即马共用萧天的钱，这些黑钱，阮之前集团无可能会接受。啊是讲，你无代无志，再来遮迫害，实在是真可恶。大家俩。你袂歹嘛，佮知影说停损点，甲所有一拢打落来。啊，毋过以我了解的张家良，对伊无好处的代志，伊是绝对袂去做的。你讲，你甲天佑带走，只不过是要出一口气。这理由，我相信在座所有捌你的人，拢无可能相信。你莫甲张家良所有的唔对，拢塞回我家来好无？我嘛唔知伊的秘技出啦，我是拄只听到骷髅放的录音，我才知影的呢。阿哥，多谢你这么怀念我，我都是来这闹场的啊。也毋过你也是硬要甲我甲会长牵做伙，我敢真讲伊。张家良，你一定是讲白贼，这个代志绝对是要结束的。阿若无，你无可能时间了汉准。老婆，你讲啊，像是主厨家，大家心内有数啊，敢不是？袂用的，一定要讲清楚。阿老婆有人会误会。这天件事，你即晚硬要讲，我甲会长有交界，要不你上重要目的，都是要趁这个机会，更加接近郭小军。甚至你要演一个，互家己太太欺负、反背可怜的红婿，你当对你的新欢讲。我的太太都不了解我，我已经是同床异梦。哎呦，这万年老梗呢，也唔过赶快回应。好啦，卖话阁有话讲。伊唔是头一届安尼啊啦，你骂郭小军，郭小军就去骂伊，以后郭小军骂伊就走来拍我。哦，恁的三角关系，其实我是上玩弄，我上不过的呢。恁是唔是爱花一点补贴，甲我好好安慰一下啊？你惦伊，你甲我惦伊，你唔免在一直塞人啦。两位少年呢，是我拜托者，这笨手甲我赶出去单调。你已经真严重搅扰到阮的投标大会。变甲更叫啦！我甲你出去。玉玉，我知影你绝对袂甲张家良串通的，这点我没有误会你。是啦，代表的代志就算煞去啦，绑票的代志，我相信跟你无关系啦。多谢，多谢恁大家对伊这么体谅。这样代志哦，我一定会调查好清楚，上少对天佑爱有一个交代。无啦，老大哥，阿辉弟哦，大家拢嘛知影到底是安怎啦。以后阮家己会较注意。我家在天后人无安怎，阿你嘛顺利摕到这个标案啦。啊，不过这款代志，以后还是拢莫阁发生啊。问题部分我会了解清楚，事后我会量三，予大家知影结果。我大家看笑话啊，是嘞，袂啦，天志，大家拢嘛知影，你真注重诚意，
甲新娘，所以对你无怀疑啦。啊，你嘛有咧讲啊，啊都拢家己的人，哦，所以免遐尼客气。你甲上好的结果直接讲出来就好啊。即马正式宣布，一丁哥台湾蒙克代表。国总，您以上这个我心目中的代表，可给咱真正是志同道合，我真欢喜，也绝对相信你。我也真欢喜，而且以另外一个地方来讲，天星，咱是做伙来做一丁哥。我实在感觉足意外，想袂到恁的那个母仔变到遐歹看的场面啦！啊，今仔日闹外口的抢兄弟，哼！织田集团甲万代吼名声完全乌有。我嘛是想要甲玉云斗三工啊，啊无想要破坏你的名声，你敢有需要遐尔生气啊？啊是讲，你即马拍算要替高志宏出气，所以找家己人讨。唔免阁硬拗啦！你这个方式根本就直接咧害婴儿嘛！我这查某孙啊吼，真无简单一条命捡倒来。我要让伊活了吼，较有意义的，唔是要用伊捡倒来的命来浪费伊的人生。我嘛是疼惜婴儿，我唔才安尼做啊。好啦，怪我大主大义啊，是我私心受过重啦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误会尤去。是我逼尤其安尼做。爸，我迄头看代表真正是我唔对，是的啦。想袂到张家良过来插一脚，甲代志不干咧乱七八糟。要毋过讲到底，我莫一开始头看代表就好啊，头看代表就是我唔对。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做唔对的代志，敢敢若偷看对表？我真正无甲钟家良串通，我出讨厌伊的。当当年我无迄个缘分，甲文贤哥哥两个人相处，我嘛知影你真要紧文贤哥哥伊到了结婚咩，所以我看到云云了。我煞想要家加斗相共一挂，真正干那安尼尔。伫个厝里，逐工有柯淑君伫遐咧使弄，我已经过甲提心吊胆。爸，你莫阁误会我，你莫讨厌我好不好？倒一个做爸爸的讨厌家己查某囝，做唔对就是我家。啊！若教袂听，继续搁教。哇！莫搁哭啊！起来，起来。多谢爸。真多谢你伫美国这段时间，因为你破病的时阵，你真帮忙、真照顾。凭这点吼，我心内真感激。啊！不过你这款斗三工哦，你会造成隐隐以后是非不分啊，甚至甲张家良迄款人哦搞搞作伙，这是我的禁忌啦！以后不准有过这种情形发生。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是张家良家己招来乱啊！煞煞去啦，我唔平大解释啊，非得哦，袂好后一回啊啦，一摆拢袂，安尼你放心啊袂。阿公，用姨妈给我的代表去投票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以后袂阁安尼做啊。创爸，
你莫怪云云，代表是我甲讲，毋是来问我，你莫骂伊哦。偷看对表啊，都已经看去啊。你那个敢设计？设计帮表天六？啊！你这样你是要叫我用多一个面去见郭志宏？爸，你都将某天的张家良讲啊，帮表个高天佑的代志是伊家己的主意，我人资助伊啊。崇发，你先看卖咧啦，张家良这个人哦，都是爱人教小家，你莫中伊的计。张家良这款人做代志完全就是抬头心里有人做，了钱心里无人做。人教小家这款代志，那是无人答应要予伊好处，伊才笨蛋去做。我知影，你对我真侪怨恨啦，所以你找机会就想要将我抹黑啦。这点。我一点都无意外，啊！不过你唔通放袂记啊！哦，张家良不加来对付家己人的是啥？我甲张家良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！你莫继续讲用我过去的代志，就在暗看你即卖行为。我无赖，莫阁吵我！今仔日算是大事化小事了。尤其，肯子咧做代志足公平的。你跟阿母这么多年啊，你敢无受到伊正义的影响？啊，你想咱那认定讲伊甲关少君一定有安怎？啊，煞母甲家己安尼，家己乱糟糟，方向拢无去，你都还相信伊唔才对？杨哥爸，肯是正人君子，可是君唔是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啊吼，卡袂单呐。你甲倩姐的感情若有坚定吼，尊重讲郭少坤想要安怎吼，伊嘛无机会啊！啊，哎，胃痛，胃痛，大叔天，你是安怎啦？加油啊，不啦？我是不是想忝才安尼啦？啊，我无代志啊，过日常常头痛，我嘛惯习啊。阿公。姨妈因只是想要跟我斗三工尔，我嘛唔对，我想过着急，要伫咧你的面头前抢功劳啊，才会做出这款的代志。我真正就想要听到你学了我教的，结果我煞等到害你无欢喜啊。云云，阿公吼，敢若希望讲你甲以前同款，实实在在，脚踏实地做代志。上界重要的吼，是你打拼努力的过程啦，唔是这款歪果子出来的结果啦。我知影啊，我嘛相信姨妈因绝对甲张家良无关系，因为因知影我是想挽回张家良的，所以阿公你嘛爱相信姨妈甲阿姨。好啦好啦，我也无想要再计较啊。这样代志到这为止，卖阁提起啊。多谢阿公，我就知影阿公你是上听话的。以前我可能希望云云会当活落来。今仔我煞希望云云会当恢复甲参照过去安尼乐观、正直的个性，是我想计是贪心啊。云云，阿公真正毋知要安怎看待你较好。要你来，你来，莫穿个差裤，过来偷看。这是严胜元送给我的加拿大枫香茶，足香的哦。我无你忙的。哎，这是汉能贝的对呢。提早，我可能要定位啊。
我是看你拄则表现甲真好，想要甲你鼓励一下，给你拿。这不是鼓励，是奖杯。你应该不是因为站在办公室，我用你甲志良做比较，你甲我生气吼？大波人这么爱计较。你是什么时阵甲我讲过郭志良的代志？你搞袂记得啊？所以你不是在气这啊？再做看看。全球经济展望行为经济学，你是按照利用我有闲看这种书啊？既然你有时间泡无爱啉的茶，可不是走来办公室八卦，安尼，你应该真应该对我。就算安尼，我是按怎爱看这种书？看这书对你有帮助。会当创造你存在的价值，嘛会当让我找到你继续来我身边做代志的理由。对啊，这种话哦，你搁记条条。柯淑君，是安怎特别我来社长办公室，这边有告别拢有看到你啊？因为我是伊的助理啊。我都爱三不五时泡茶给伊啉，啊，搁准备金蕉干。你嘛知影，伊敢若爱食一定个金蕉干啊。好啊，请你出去，我有话要甲社长讲。是。柯淑君。嗯。我讲出来不讲出来，你是要倒？我敢叫你走。副社长歹势呢，伊讲的话我都一定爱听。啊，无好，你想要讲啥就做你讲，你把我当作空气，好，莫插我。建志，你让我伫个正人面头前这么歹看，你着感觉有面子。我请柯淑君出去，你搁超过家己留落来。敢讲，你真正有张家良讲到准准准？你让伊袂去啊，所以开始气嫌我。Vicky， 我能了解迄对我生气的原因，啊，不过我无得安慰你，我今后无可能讲出什么道歉的话，因为你做唔到就是唔对。那呢，你敢有想讲，你私底下甲我讲，你敢还阁会记我是你的太太？我想着讲，你封闭我袂算，那封闭菜同款。甚至把针孔监视器用在我身躯顶，我心都足疼。我本来就是私底下要跟你讲的，是你不肯。以前我讲过啊，这个监视器不是针对你。尤其，你若想要知影地标，直接问我就好。想怎要偷看，是你不相信我。那我请问你。是安怎一定个月标价会甲你所写的地标这么歪？我嘛会当合理怀疑，这个地标早就已经写了好高价。一定是写了，按我电脑认为是默契。那是讲到我就是写了，啊，那讲到你家己就是默契，你敢袂想过两套标准啊？是不是两套标准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我心内有数的，就是咱有来鬼，唔只系通风报信高志宏。啊，那迄个来鬼，就是伊，规天甲你对前对后的柯淑君。监视器无翕到伊啊。你愈是要安尼处处维护柯淑君，我着愈相信。张家良讲的无唔对，你真正让这好你这袂敢唔知的人去啊！
那呢？你爱我安怎证明？开除伊。我无开除伊的理由。伊规天对迄个大声细声呢，完全无一个下骹手人对台顶死的尊重，干那这点就会当开除伊啊？伊遐行为，我阁当忍受。你安尼是咧包庇伊，也毋过你对我敢有这款耐心？我常常看到你对伊发脾气，是安怎到今物阁唔肯开除伊？我无包庇任何人，我范围的代志，伊拢做到够，就凭这点，我就无法度个开除。所以你甘愿听这话啦？妈唔肯相信我这个太太。我看到的是我的太太欺骗我，柯淑君无。不用去留意，这是我叔叔那边管，你个人应该做地做好就好。也是了尔，恁家遐起码是足好诶，啊，咱拍我，敢若拍完受人共款。我这个人心情愈好，就愈想要拍拳，而且你搁大力，我若是拍了伤细力，是要安怎对你诶气？过来，敢袂使歇过者？袂使，过来。罗斯，你哪会来家？哦，啊，就去叫你帮伊顺利得标啊，伊就给我拜托了，讲伊第一真心来甲你说多谢。是啊，罗斯，感谢你。免，我是因为当对吴队长比较出笑，不是因为你。罗斯，虽然你予人感觉真冷血。对人嘛真冷淡，但是我知影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甲你做正经事，你又搁怎样？咱无熟，但是你甲阮大姐、甲尚豪哥真熟。进前你甲因斗相共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顶边你搁救我甲宇飞，即届你搁出手甲阮小婷，我是真心甲你感谢的。我有炸一罐奶酪牛轧糖，希望你介意。啊，这哦，我来去客个收来啊。阿叔叔哦，帮我把碗盘起来坐下。那呢，阮就不叫了啊。大姐。连高人美拢未晓保护家己啊！你这尔肉脚，是要安怎保护你妻啊？宇飞不是妻啊，伊是我的未婚妻。真彩啊！来啊，给我连接。天佑伊唔免连啊，我家己就是乌三打的，我会保护我家己。李宇飞啊，你安尼想成恁当啊啦？你一个人嘛是会落单的，你莫袂记啊！你刚伫咧公园时，老叫人围攻诶。好，我来，我保护宇飞。
加油。拖把卡高，摔一个袂死啦！你莫伤心伊啦，迄足济哦，妻女甲妈宝拢是安尼来。不是会相拍，看起来大概是好个查甫啦，有天有家己个优点啊。若是不依恋，是就是歹势多些。我来啦，天佑，你有要紧无？我可会动啦，你安尼话跳，我足无面子嘞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里肯定就爱干呢。来啦，你出去啦。哼，我看你嘛是一个假我哦，干嘛要去？我陪你练。哎。卖叫是讲你是查某的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我行是我爱对你手下留情。叫小袂歹，拍看卖就知影。来，哈！那是 K 歌没有算大热门，确实袂歹。但你讲了无唔对，你无尽全力，你若是认真起来，我可能拍袂赢。阿玲啊，你爱甲李宇飞加恶吧。有这么好的老师在你的身边，莫无彩。好莫教，偌无面子的。过去你有时间，你教教。我真严格呢，到时阵莫我拍叫唔教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就算我让你拍到变麻钱吼，我也袂叫一声啦。哭了，哇！哪里的笑啊？哎，你笑开这么大的呢？安怎？原来这安尼个蛮尴尬哦。不是啦，哎，恁两个啊，爱保守这个秘密。啊，若无阮客哥去外国伫个细伢子面头前，迄面准备得去。哎。那袂讲啊！
张小姐，真歹势，你店的酒拄啊无啊？我已经请酒商随后快递送过来。快递，冷藏温度若是不高，是影响到酒的品质呢。请你放心，品质了绝对袂受你影响。原来这款红酒是彭小姐你买的啊？所以餐厅是请你豪杰物流送来啊？是啊。啊，给你，彭小姐是我的朋友啦。啊，所以来哦，就由我向彭小姐来说明。请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拍歹哦，恁餐厅的名声。那就麻烦你。像红酒女王，你亲身检查一下，收落来哦，替阮拍分数。这个红酒的瓶身无水珠，就表示讲恒温甲湿度保持也袂歹，并无退冰复冷问题，初步算是及格啊。这当然哦，这就是阮豪杰物流主要诉求啊。而且哦，我嘛袂当哦写同号的名字啊，对吧？红酒的品质安怎？我本来就是讲你点操蛋，想袂到你豪杰物流能力也要做起来挺多。花开照上好，只要就领金就去投心的。这也着讲，只要是同学做好决定哦，伊就安尼拼性命，我坚持落去，直直向前冲。这哦，拢嘛是受到我的影响。我本来想讲要一个人好好享受，今日现在拄好伊来啊，无你坐啊，坐一顶一杯。真无拄好呢，就无简单哦。有这荣幸会当甲我的女王哦做伙啉红酒，也毋过像我是上班的时间呢，而且哦啉酒了后袂当骑车，这嘛是阮豪杰物流的坚持啊。啊，对啊，差点袂记今麦伫上班呢。也毋过哦，我会当哦陪我的女王开讲一下啦。是讲彭小姐，你奈一个人来餐厅安尼食饭啉酒，无找人陪你啊？一个人嘛真好啊！卡萨我甲张先生做伙时阵，我规个重心拢伫伊个身上，所以就是心情强，失去伊，也是失去全世界。老邓，你先交两件啊，我两个搞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知影，你总算是学会晓爱你家己啊。这是一件哦，得你肯做个代志。我敬你一杯。我后盖才请你饮酒，等你无办的时阵。等我知，我张高良买你的查某人，你嘛无出个只见。伊若无陪你，我陪你啊！我爱你，爱你啊！伊爱我，伊敢爱我一个，出去！一千支的红酒，今仔日伊来送到指定的客户那边，你敢做会到？小邓，代志无啊！你袂当出代志，你假使有指令送到别人头壳顶，甚至阿你阿公出面处理，哪有你这种物？你是要创啥？假使有司机要叫回来，先把这都处理掉。啊，不过即马上大问题，就是无司机啊。这样遐尼侪工啊，只有志明讲，伊无适合做总经理。连我都爱听你的意思，你咧逼我？你要讲啥就讲啥，我拢无意见。阿公，为啥你还袂回来啊？伊敢是因为搁在甲你结气，所以无想要回来。你别想，那不是因为二十几年前天公伯来创治，我已经香港话都变到安尼。伊无食，你就继续卡，卡到伊食为止。查某人哦，拢是爱听人讲好听话啦。你根本当卖失职啊！做家己主人，你明明应该是女王，你无需要我下这样委屈。豪杰物流有冷链配送，找同学到沙冈就好啊。这边苗栗内底吼，有一个游荡狐狸，这些包裹绝对唔当迟到。早上好，即个我一定和你鸡嘴变鸭嘴，同好变同脉。奇怪，但是千里物流进前才去换电站换电池尔，哪会无电啊？我哪会无电啊？
算了，我既然介意，真正是酒醉狗输。Show.